这次天谴，这两个是点，选一百人生擒天，李刑天怒，拿气儿，小人人生也无济于事。失足，是何居心？父王告诉你，过去之后，妈妈的这一阻拦让你想到了我的父亲，对，所以说你借着这个，妈妈的走向父亲，他从那龟甲当父王做官的意思，摇他脸。 他等于可以看这个节奏，你给他慢点，影子慢慢的转一转，可以吗？兄弟，开始。 献祭，向祖先献一杯酒，臣在这个祖先案台上，就代表祖先已经承认了。乃是孩儿亲眼所见，太有爱了，这是。掌声，真没有完了。宿主，孽友何可笑？我操，手指头了，手是吧？关节，我今天是关节，我现在感觉关节有点。 有点粗了，我感觉。来人，把他给拖出去。明日我学斩首。行吧，我动作做大点。手下领情。好好。那个，你将开始了，也得看着，一直在看这个画。现在我能看到你从零开始。姜子牙，天下人的希望都在你。第一句，父王是父王，你是正常那种气儿。对。你还信他？ 父王只是被狐妖魅惑，福祸无门，为人所造。